现在我们要讲什么 English 呢？哇，又是学生问我的，老师，人鱼线的英语怎么讲？哇，不要死背哦，看看老师怎么教你们人鱼线，马上学，马上背了。人鱼线是不是有一个 V 对不对？学它是个 V， 那个线叫 line，L-I-N-E，V line。那人鱼线在什么地方呢？在我们肚子上，对不对？所以肚子的你要会叫 abdominal，A-B-D-O-M-I-N-A-L。这个字呢，尾巴是 L， 是什么词？形容词，叫肚子的。啊，肚子的什么呢？肚子的肌肉，肌肉就是 muscle，M-U-S-C-L-E，muscle。今天昌宪老师教你人鱼线，哇，下次呢，你看到人家有人鱼线，你就可以说，哇 ，your V-line abdominal muscle is so charming。学会了没有？谢谢你。